那个你的我的人生你不懂，你穿几码了？来，我们家后台给你们开一双啊，拍好了，刚刚拍完了就自动恢复了。你穿几码的？嗯，穿几码？你要扣码数啊，就给你们直接开。来，这个鞋子好看吗？这个是那个我们家的10号链接，它特别稳，它整个脚型是修饰的，就是它的那胶片是完全包裹的脚型的，而且它不会卡脚，不会闷啊、不会闷脚，日能切割工艺非常非常软，跟的高度是我们的一个7公分，脚感是4公分的。这个鞋子你们有喜欢的宝贝们，我们的一个10号链接啊，328米的一个供货价格给到大家。是的。这双鞋子的话，我们是给专柜做货的新款，所以说你今天走进我家直播间了，让大家人人能实现在专柜买高端鞋的自由，一样按照我们的供货价格给你们的。专柜下单700双，328，今天你一双在我们家也是328米的价格，正码正拍啊，正码正拍啊，宝贝，36的那个9号链接36已经给你开好了，你可以现在去拍了，不要等一下进来就说你怎么不卖了，好吧？来，那个鞋子看到了吗？我们的10号链接看到了吗？10号链接正码拍啊，正码正拍，就是你们穿36的拍36，我穿是穿小了啊，穿小了就是我这样子拍，小了就是我这样挤脚了，你们一定要正码正拍它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这个鞋子就过了，然后接下来16号的要看一看16号的鞋子，16号呵呵，那个孟宝贝要看16号是不是？16号的鞋子，咱家16号的鞋子的话呢，是个福利鞋，290米的福利鞋啊。16号的姐姐看一下有没有码数啊？对，看一下你们有没有码数，16号链接的。来，要看16号的扣16啊！如果还有新粉刚刚刷到直播间，能播吗？能播吗？那整咋整？13号呀，13号，等一下，宝贝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就来，等一下回来，等一下啊，你们等一下啊。20多分钟。